开始。珠子。这个园林名机器扫扫庭，除了内外整洁，喜欢片时必锁门，不必亲自检点。一周一发当四来出，不一本四本日，何念物理为鉴？一万人沉默，物理可绝境。自封必须检阅宴客皆勿留店，切居几日皆晚，观生今日饮食二斤，有书生之修，勿饮黄物母良田。再顾六婆行动之美，妹妹切交非贵房之苦。风不用之美，七月七日宴庄，风虽然及时不可不成，十二寸如金书不可不读。知生物体质普将折而一方，或贪外之财物饮过浪之酒，以尖挑贸易占便宜，见名不清虚多忘事，更不传料理无真相，文化官传递晋升。兄弟叔侄十分多人寡，掌握内外一半数职，金不养贵国有几十丈仆。重自爱国父母，不成人子，赞美哲家事务所重聘此时教书女，不计厚脸。见富贵身材龙者最可耻，遇贫穷而尊教太者见莫甚。居爱见真送，送者终生。处世界对人言多鄙视，无事事列邻兵不寡，不贪口腹战生情，外辟济世悔悟必多。推多自甘家到哪成，家人相令的少者必受其累，虽自老成疾者可相依。村民发人安之分之见素，当人类三思，因事相争，安之非我之不是，是品西安小。书和五年生母老还是到如地的一个女真王，人有喜庆不可让嫉妒心肉，或望不可生喜庆心。善日人真不是真善可，这个是达尔喜见切色而起心，抱在妻女女若有幽暗见，不然子孙家门和顺，终身不计亦有余欢。我客早还及毛头无日，自得自乐，读书生生前非图科第，为官十二军国，起继正家，守分安命，顺时听见，为人若此，恕乎谨言。耶，棒！你要跟下来一鞠躬啊！哦、大家好，我是。大家好，我是。谁啦？孙小美。我今天刚刚表演的是。珠子自家格言，谢谢。谢谢。